立大学的学杂费目前已经高达一年要75,000美元 ，UC 加大则是一年35,000。似乎呢，这个加大是比较便宜，但是呢，万里法律教育集团的梁万里律师还有肖慧律师常常鼓励我们的华人社区家长要先了解自己的家庭情形、小孩子的成绩，说不定呢，上哈佛大学会比上伯克莱还要便宜。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说法。再次欢迎梁万里律师还有肖慧律师，您好，你好。那其实一般我们想到就是怎么样都是进公立学校会比较省钱嘛，这是一般人的概念，对不对？这叫 sticker price。sticker price。对，看你 Harvard 跟 Stanford 的 website。那我们喜欢 bargain， 我们不要 sticker price。可是我们对教育都不 bargain。嗯，教育不 bargain， 没错，这个倒是这是华人社区的一个不能说是迷思，这是一个概念问题、观念问题。太注重教育，非常注重教育。其实那个 Harvard 跟 Stanford， 他就怕说bargain 的话，你的教育也被 bargain 掉。其实 Harvard 跟 Stanford 也不需要你 bargain， 他们已经很明显说的 website 说6万以下的 income， 他你可以不用付 tuition， 也许不什么都不用付。嗯，哇！他这个那这样子的确就会比伯克莱还要便宜了，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到底是怎么样不同的收入要有不同的策略，然后到底是真的要上挤破头上 UC 好呢，还是说有私立学校我们可以来考虑？所以我们用一个收入来看哈，如果家庭收入是属于6万块的话，那当然小孩子要够优秀，他可以进得了哈佛大学。那哈佛大学他开宗明义就是说，如果你的家庭收入在6万块的话，基本上你是不用付的。那我们看一下，如果说像哈佛大学的话，他给的奖助金大概会是什么样子？那如果是6万块，一家4口或5口的话，你的联邦应该可以拿到大概2000块。Pell Grant。Pell Grant。那当然 ，UC 伯克莱你也拿到2000块，这是联邦是一样的。接下来有一个联邦叫 SEOG， 那个叫 Supplemental Education Opportunity Grant， 就是一个补充性质的。但是那个是私立学校还有，私立学校它有一个自己的自主权，看可不可以发给这个家的学生。那通常如果是你可以进得了哈佛大学，如果你的家庭收入在6万块的话，你是可以拿到这个 SEOG， 大概是4000块左右。OK， 但是这个只有私立学校才有。对，对，因为说他们比较多的这个 resource， 联邦给他们比较多的 resource 去给。那当然是还有，比如说像加州的话呢 ，Cal Grant， 哈佛大学不在加州，所以加州没有办法给哈佛，就是我们如果小孩去读的话，那当然 UC 伯克莱他就可以拿到这个12000的 Cal Grant。那接下来最重要，我们上个星期不是讲这个差额的部分吗？是。那差额的部分的话，那你大学呢，他会，比如说像哈佛大学，它是非常有钱的学校，而且非常大方的学校，它就会给你55000。哇哦 ，cash， 呼呼，对 ，and scholarship 是。然后呢，伯克莱呢，它可能就会给新生，比如说4000块。那再加上校园打工，哈佛也可以给你2000块，伯克莱给你2000块。所以呢，基本上如果是家庭收入进了哈佛的话，你的自付额是零。最重要呢，贷款哈佛不需。不会给你贷款。我的意思就是哈佛不用还的，不用还的。对，他也不会，就是你说收入6万块，他也不会让你去贷款。他根本没有贷款这一。伯克莱也会贷款。不，就是公立学校是有贷款，但是我说像在这个哈佛大学是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一块。No loan policy。对，他们叫 no loan policy。听起来父母亲就觉得哇，好开心哦。是，对不对？但是所以像这样的情形，就是说，如果是哈佛大学去读的话，基本上你自付额是零。那你如果是伯克莱的话，你还要贷款5000块，自付了5000块，所以相当于你是真的是读哈佛大学，还比 UC 伯克莱还要便宜。是，所以这一类型的家庭，就是收入大概6万块的家庭，是其实是很适合，就是如果学生，当然学生是很优秀的这个情况之下， 是很适合去申请像哈佛大学这样子的私立学校，而且是高等的这种私立学校。高等的私立，文理学院也要考虑了，他们是钱多人少。钱多人少，而且尤其是特别对于我们的华裔，然后比较有优惠，我们是属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是，所以呢，反而是你说像在Berkeley 或者是 UCLA， 大概40%以上都是华裔。
亚裔，所以呢，反而这个竞争更是激烈，其实不太能够脱颖而出啊。所以呢，是鼓励家长们，如果说您的家庭收入状况结构是这个样子，然后孩子们又够优秀的话，那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不要放弃，不要放弃私立大学的一个机会。对对对。对，那另外呢，其实像我们讲说这 Cal State 好了，我们来比较一下 Cal State 跟这个 UC 这方面。那 Cal State 这个学费只有5500，那 UC 学费是15000，所以。印象比较起来，是不是 Cal State 应该比较划算？对，比较便宜。Cal State 大家要记得，如果你拿到 Cal Grant 的话，只是5500而已，就是 cover 那个 tuition。嗯。Cal State 的目标就是tuition 他帮你付，但是你住在家里。Oh, OK。所以就是比较省钱的、如果你住在学校，再加15000-20000。就要自己掏腰包了。嗯，所以就是说额外的这些住宿、学杂费 ，Cal State 不会给，不会 cover。是，所以如果说一样，我们以家庭收入60000来讲的话，那如果是读 UC 的话，我们刚刚算过，可能就是你贷款5000，然后自付5000。那如果你是去读 Cal State 的话，你是除非住在家里，你基本上学费是可以 cover 的。但是你如果去读那种不是 neighborhood 的这个 Cal State。比方说去 San Francisco， 或是 San Diego， 对对对，或是 Slo, 还是得付。对，那这时候呢，你能拿到的，比如说就是联邦2000 ，Cal Grant 5500，就是7500，然后你的住宿学杂费，你可能还要自掏腰包到15000-20000左右、那这样跟 UC 比起来，是还贵啊？还贵，还贵，因为在 UC 如果你申请这个奖助金的话，是可以负担更多的，是不是？是，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家庭结构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 UC 会养你， UC 会给你学费，然后呢，你可以吃住都在 UC， 然后自己再贷一点款，还比去上 Cal State 还要划算。哦，所以有很多小孩子他们就觉得说，哦，我不要上 UCI， 因为太多华人了，然后他要去上，比如说 San Diego State、San Francisco State， 好像比较离家里远一点，这时候。父母的自付额可能就要到20000了。了解。对，那但是这时候如果可以先申请，然后呢，到时候再跟我们讲过嘛 ，personal finance， 小孩子个人的理财概念，咱们把我们家的这个摊开来讲。如果我们去 UCI 的话，我们才要付5000而已。但是你如果是去 Cal State 的话，我们还要自付20000。对呀、啊。我想任何小孩子。都会接受的，而且你要告诉他说，这个自付20000还是要从你的那个贷款里面，你以后将来要慢慢还。可能其实孩子们听起来就会说，哎，这样子这个听起来不划算嘛，对不对 ？Doesn't make sense。OK， 所以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道理啊。好了，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刚刚讲的是关于这个申请学校这一块。那么等一下我们回来呢，要再次请我们的律师呢跟我们讲这个税法，哎，我们怎么样可以来节税？那么富人是怎么节税的 ？OK，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马上回来。